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啦，现场电台8002977138，现场电台8002977138。咱这个电台永远是活动树林定性的电台8002977138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啊。因翁哦，约国中也这个旧爱。啊来，黑笑黑笑黑笑，因某去一个报警，抓奸在床吼，这是自由时报、新竹市报道。旧情也绵绵啊，原籍伫婚姻，伊个这个婚姻的这个54岁临时的这个男子吼，甲妻女是伫个国中，的这个同学哩，并且都好。相爱来的爱慕，各奔东西，真侪年了后，在这个新竹活，也会顺安尼突然间再度啊来相逢啊，竟然约伫个开房间啦，啊来翕相翕相翕相啦，哈、啊，想袂到哦，被因某抓奸在床，新竹地方法院依照通奸罪判。林南徒刑3个月，妻女判刑2个月。那么判决书内面伫咧讲啦，林南哦，甲这个妻女原本是婚姻的人啦，啊，而且国中阁是同班的这个同学，那么彼此哦，倾心哦，
后来无做伙，无结婚啊，吼、哦！而且彼此拢有家室，到甲旧年两个人伫咧新竹，哇！不过啊来相逢哩，啊，再度擦出这个爱的这个火苗、火种哦。旧年7月23日下晡4点，两个人到新竹市南寮一间汽车旅馆啊来开房间，林南的这个某报警啊来掠奸，当场哦查获两个人哦。住同色的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汽车旅馆啊，并靠的使用过的这个保险套以及的卫生纸。那么法官调查林南曾经有业务过失致死的这个前科，阁是算讲有某的人哩，哦，竟然。无对某啊来忠诚，啊反倒当破坏夫妻之间的这个对立，对婚姻伊的这个信赖甲归属感。假如都明知这个林南都已经都结婚啊，但有某啊哩，竟然依然啊过来互相啊来相干啊。破坏到对方家庭的这个和谐，哦，尽管两个人犯罪了后，坦诚反省了。那么，假如始终无意思、无意愿，啊，要甲林某啊来谈和解这个代志，啊，那么林南都经五遍甲林某相谈，无结果，是安那无结果，哇！伊还会顺安尼啊？你要偌长要偌大，对毋对啦？财产拢你个，所落是一间工厂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也要接受，吼、哦？哎，我算袂用个啦。若我安尼，我着气啊你！啊，我着算一个家咧啊，我无法度啦，我一家之主个呢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所落你也要搁伫财产，也要搁伫工厂，啊，搁要伫人，是毋是？刷落去的时阵，叫我讲，莫再甲伊斗阵来往，啊，吼、哦，那这点哦，我实在是无法度啦。你着知影，我大男人主义的人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你若讲啊，着几十万啊，互你做收费，我阁会使啦。啊，你讲全部要甲我断起来，我按干安尼，我着下摆我着毋免出去怕你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干哪，我着。人讲的时阵啊，三好加一好啊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嗯，所以吼、哦，谈判五遍拢无结果，嘛无意思，搁再谈落去啊啦。好啦，法官看你安怎判啦，无要安怎，都讲袂好势，吵袂好势，吵袂落去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就无法度。哦，啊无安尼啦，法官你甲判呢，所以法官甲判3个月徒刑。那么，假如判2个月徒刑，安尼呢？啊，无要紧啦，安尼算讲还阁真轻的啦吼。好啦，这件迄小，咱就讲到这，结束其他的一回。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